林家川、马明执导，陆文杰编剧，朱亚文、郑元畅、李家航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合伙人》正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郑元畅饰演的霍志远本是学霸，却在创业囧途上遭遇一连串打击，从高塔顶端跌入谷底的霍志远在西北荒漠崩溃，上演了一段近四分钟的情感爆发戏。在这段被观众形容为嘶吼到模糊的戏份中，郑元畅完全抛却偶像包袱，情绪真挚投入，十分戳心。情绪投入，表演戳心，郑元畅嘶吼到模糊，引人心疼。合伙人中，文理综男团在线奋斗青春，在互联网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从白手起家成长为电子商务领域领军人物。剧中郑元畅再度邂逅学霸人设，饰演了一个经历先被学校严逼后性抑郁症之扰，数度沉浮跌宕，上演人在囧途的创业先驱青年霍志远。刚刚走出校园靠卖菜为生的三兄弟，生活过得十分清苦，顿顿换着花样吃土豆，还曾换出了一场大火。幽默的剧情令观众哭笑不得，或许真是被牛顿的苹果砸中了头。古东兴通过朋友接到一张大单，需要开大货车运一箱进口苹果去西北，却无奈在送货途中遭遇了一连串倒霉事儿。其中郑元畅饰演的霍志远最贴近真实社会中的学生状态，经历了学霸男神从高塔顶端跌入谷底的过程。在西北荒漠中接连遭遇打击的霍志远，终于无法承受内心的落差与重压，毅然对兄弟决裂，在崩溃的情绪中悉数内心的挣扎与失落。在这段近四分钟的表演中，郑元畅完全放下偶像包袱，将一个初创业的年轻人内心所面临的迷茫无助和无奈绝望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一向给观众留下温柔儒雅印象的郑元畅，更是将情绪完全释放，嘶吼到模糊的表演十分引人心疼。十年后再演学霸，演技突破，郑元畅北上靠实力，不少观众因这段表演对郑元畅路转粉。如果说十年前的《作剧之吻》里的江直树演出了学霸男神的傲娇和温柔，那《合伙人》里的霍志远就演出了现实生活中学霸们走出校园后的真实内心经历。被这段表演惊艳的，果然只有郑元畅最会演学霸。近年来不少台湾中生代演员集体北上，更有不少偶像明星选择以流量女艺人加古装大 IP 剧的模式进军内地市场。出道以来一直稳居亚洲男神地位的郑元畅，此次能在现实题材大男主作品中彰显演技实力，更实属难得。据了解，郑元畅与著名导演杨亚洲合作的电视剧《半生缘》也有望于年内开播。